迎大家光临。那因为我们这次办的是体验会，所以就话就不多说。那首先第一张放的话是这张，因为这张通常的话应该大家比较知道。那这个对换取它有速度感，它非常的要求。好，我们就先听这一张。客人也最常问到的是说，为什么可以堆叠的 RL 喇叭它都没有副脚钉？对吧？你知道吗？那因为 RL 要控制它的气流的方向，就是它被动式的方向，它的气流控制方向它只控制前跟后，它没有左右，所以它不建议你装脚钉，那也不建议你去垫任何的东西，哦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接下来放一张大家比较知道的，就是那个林哥的最后一首，那听听看它的差异。关平兰
分就到这边到一个段落。那我想要在这边诚挚的欢迎我们稳力的赖老板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 Real 上面的一些使用的心得。那我们欢迎一下赖老板。其实我大概卖 Real 超低音大概前后的时间大概接近大概七八年的时间，然后那是因为国会到大溪之后，我们才有一些开始比较密切的合作。那首先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要卖这个 Real 超低音。那其实我们 Real 超低音上面是有王冠嘛，就是王者嘛，王者的概念。其实过去在使用这种Hi-Fi 两声道的时候，都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的低音不好的话，人声是欧背不利嘛，听起来我们就散播不好听，不会很饱满。所以通常我们放到的是 Hi-Fi 喇叭的低频延伸不足，以及它的量感不够，这是第一个碰到的问题。第二个碰到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是我的主喇叭够好，但是低音的推动力也不好，就是扩大机可能驱动力不足，大家都开始换扩大。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又会碰到一个点，就是说换扩大机就一定能够解决低音的问题，也有相对的难度，也有它的困难的。如果你碰到效率更低的喇叭，那扩大机更是烧的厉害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超低音的原因。有机会的话其实可以到自己的店里面来使用它。其实它往后推跟往后前，其实江汉和他自己也有讲，就是在后面墙角的那个距离，其实是可以增加那个量感，还有角度的修正。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，其实这种相位的问题，每个空间都会有不同的相位，而且这种东西是为什么 Real 它后面是没有刻度的，它就是因为在空间会产生不同的低频的变化，所以它让用你调的用耳朵去判断。其实那些频段的调整，过去我们看过很多的超低牌都写那些低频，那根本没有意义嘛，因为根本调不出那样的低频的感觉，所以Real 完完全全是一个专门为两声道打造的这种超重低音。做超重低音其实，为什么要 Real？ 其实就是只有 High End 厂他们才会自己打造超重低音的，包括像Roman也有是自己做低音，还有我们现场在 NBL 做超重低音，原声 Audio 也是自吹。有一些不是 High End 的喇叭怎么办？这几个牌子或许有些经销商有卖，那大部分的消费者其实是没有办法买到这些喇叭的时候，那所以呢 ，Real 这个喇叭，它就是一个可以取代那种每一个嗨音厂它没有办法做到的，这个就是在众多的小品牌当中去填补那一块。超低音这一块，常会用到的地方大概就是我们的小型书架喇叭或者是小落地的。其实这一种的话，它低频顶多到多少 ?50 就开始衰减 3dB、6dB 甚至更长。那再加上效率低，所以其实书架喇叭根本听不到那些低频，所以那20Hz到50这一段呢，其实小喇叭全部都出不来。那我们听感上一定会说听起来就会觉得不平衡。还有碰到就是空间小，但是只适合放小型塑胶喇叭的时候，那你的低频怎么办？我还是要有低频的。哦，你小的空间，它的低频虽然是有，但是它还是延伸不下去。这时候你就还是可以使用这种超重低。还有就是说，有些人就玩两声道跟家里就两个都要一起用的时候，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搭配来做一个使用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大空间的时候，像今天这样的空间其实可以称得上算是大空间啦，那其实更需要超重低来用，不然的话如果把那个国会把六支关掉了，要不要再听一遍你看这个情况会有多惨，因为非常惨。相对来讲的话 ，Real 的好处也是因为它有很多支的低音可以做这样堆叠嘛。你先买个一支，再买个两支，第二支，然后再慢慢堆起来。所以这些方法都可以来使用我们的 Real 超低。Real 超低其实它非常的好调，而且空间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，避位的点也很少，所以又可以加上用堆叠，而且我们的产品线很多，其实。又回复到亮哥那个问题，这八一二模糊啦，用 G2 塔起来看，那赞的，当然有一种 G2 塔塔起来一种的，那个调起来应该会更爽更嗨一点。那最后呢 ，Real 是低音中的王者，没有对手。那以上就是很简短的分享了，谢谢。